交通部观光局、分界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伫咧24号举办的三团记者会，记者会是由分管处处长齐静玲、嘉义县副馆长李明甲、佮有嘉义县议员蔡伟杰做会来主持。三团准备伫咧11月初3所举办的翠笋高跟鞋的主人活动，希望吼每一个前来参观的查某囡仔拢会当找到家己的幸福，穿着代表着喜气的高跟鞋，嘛代表着幸福人生的来到。记者会特别安排爱情的小剧场，由金穗奖纪录片获奖作品《新戏》的女主角安妮丹宫，欢迎在地布袋镇饲鹅仔邻家查某囡仔，在今年的2023重大水患当中，甲后母因为抢救误计，造成脚严重受伤，好佳哉在医学的进步之下，免去一击之苦。爱慕伊的翩翩青年，摕着伊母亲所传承落来的关达鞋，来到友好查某囡仔面。请伊试穿关达鞋，结果一试非常的合脚。在高跟鞋教堂的见证之下，女主角甲男主角有情人终身眷属，抛出爱的乐章。在11月3号，举办了找寻高跟鞋的主人活动。那这个活动非常的精彩哈，从早上到晚上都有不同的系列的一些活动。那包括我们早上会有婚纱体验的市集，那有免费。限时限量的一个体验啊，那像包括美甲彩绘啊，还有彩妆，还有摄影等等哈，还有一些有上百件的婚礼的体验哈，那限时限量也会免费。我们邀请全国各地的民众哈，来到这个地方，看到我们重新站起来的样子，希望大家哈用新台币哈来这边消费啊，让我们居民真正透过经济哈可以站起来。你11月初3。会当较早安排恁的行程吼，来咱布袋寻找高跟鞋主人，有足济足济真好个活动吼，真闹热个活动，买当来遮安尼摸彩吼，欢迎大家来安尼布袋观光，来布袋佚佗，布袋是一个好所在。会当欢迎大家吼，照上街海产吼，欢迎大家伫个11月3号来到咱高跟鞋教堂行行咧，看风景，食海产，吹海风，这是咱布袋标榜的三个物件，欢迎大家。分管处齐进林处长指出，嘉义县沿海地区的观光发展是分管处职务庞大的任务，欢迎大家在11月3号牵手相伴前来高跟鞋教堂，将有充满诗情画意的转台上大户外婚礼体验营，甜蜜证婚加奉上爱上我喜地等精彩活动，让每一位游客受获满满，不虚此行。希望借由这次充满幸福元素的活动，带动高跟鞋教堂旅游另一波的高调。新闻中来新报道，采访报道。